干啥？你这一大早的，太阳那么大，你出去干啥去啊？啊？下午的行不行？下午再领你出去。来来来，你的猪脚饭。这啥饭？猪脚饭，这些都是猪蹄子、小龙虾、咸菜。这吃吧吃吧，拿西瓜解腻啊。好。嗯，呀，停电，摸黑吃吧，不知道啥时候能来呢。哎，他们都说我偏向，今天让你玩这小吊床，行吗？哎呀，阿信。阿信叫声奶声奶气的，床怎么跟要翻了似的啊？不好意思啊，给你放反了，这放反了。来，好了，上来吧。哎呦，怎么样？这回不偏向了吧？嗯，嗯。哎，你不走我就坐一会儿，咱爷俩也待一会儿哈。哎，你又过来了，小健健。哎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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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、哎哎、这父慈子孝的场景啊能播吗？走了，臭小孩，回去了。嗯，嗯，你别抱那么紧。哪天再出来玩啊？咱天天都能出来玩。哎哎，别咬我线，别咬我线，别咬我线，乖啊！不乐意了，真是。走，快点，揍你啊！打屁股了啊！进去吧，进去。好了，找你姐玩去吧。嗯。